三天你就抓我，你图啥呀？这是被砍死你的官，至于吗？什么头？啊，没啥事儿，你咋回事？你再说一句，没什么事儿，什么事儿？就李永能那小子，媳妇儿，媳妇儿怎么了？把我给睡了，怎么睡了？你呀。你别指哥，要是你也把持不住，我跟你说，你等一会儿回队里，我给你扔强奸犯的号了。凭啥呀？走，我们俩是有感情啊。那是真感情，还他妈人家把你睡了，啊？你说程阳，你为啥脾气那么不好？就是缺少人他妈有家，你他妈睡人家，你就是缺少饭。你说你这样不抓你啊？你说我给你，哎哎，过来，这儿呢。兄弟们，行，我错了，他不行吗？啊，我今天算是没面子，但是他有面子啊。我介绍一下啊，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石门分局三支队李成阳啊，刑警。大哥，你把咱的那个工作证给兄弟们也亮亮啊。刑警办案啊，兄弟们不闹，让开。别闹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？啊，李成阳。问你了吗？你就是李成阳啊。三哥的案子，就是他一手办的。哪个三哥？大龙啊。大龙哪个大龙？办过好几个大龙。赵二龙。赵二龙。哪个赵二龙？我操！三哥。哎，李成阳，你这次抓我是真没必要，你就是有点轴。哎，你自己知道不知道？我哪儿轴？你哪儿不轴啊？不过这也不能怪你，你就是缺乏情感，主要是男女情感。哎哎，嗯，刚才给你包扎那小姑娘
你觉得咋样？哪个呀？还哪个呀？这总共就一个，你说哪个？短头发那个。这不是看见了吗？别他妈给我套近乎啊！嬉皮笑脸，揍你啊！接到通知，就过来支援。不知道什么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流程我都问了，一切正常。抢救也及时，都没问题。陈阳，我走了。李晨阳。局里已经跟检察院提出申请，有关部门会过来尸检，你跟家属商量一下，看同不同意。哎，你信吗？出来混就是要还的。浩子，欠你的我会还给你。还得起吗？